都讲过了。哎呦，神魔幻彩原石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显示，就是只能用勾玉买的那个很像比较稀有哎。啊，为什么我都不能卖啊？好烦啊！简单的幸福。哎，那我们平常挂到的东西可以卖吗？不是，重点是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sorry，这样子吗？哦，什么宠物背包啦，我听不懂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多余的要怎么去分解？这样子吗？等一下啊，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级的啊？啊，所以 B 级的全部卖掉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一只是 C 级的吧？哈？对啊，那为什么那一只不能去？你把它换下来。对对对对。啊！那为什么那一只不能分解啊？就那一只啊，对啊，这只为什么不能分解？这样子吗？啊！我们今天学到好多东西哦，教你们怎么分解也不错啊。来了，逆天行。